好，你又开闸平排出闸啊！前面快嘛，内栏位置人和嘉盛快啊！响外边牛精大哥啦，中间橙眼罩太阳战马大外档绿色衫咧就系成世欢心啊！第五位就腾龙超影内栏第六啊，黄衫黄帽有副六啊，粉红衫中档首饰传奇出边白衫白帽咧，咁啊仲有呢只非凡魅力啦。尾四系性感，尾三红星啊，尾二蓝衫白帽咧就泽星之光遥遥堕后咧系嗰只合金之星嚟噶。对面直路嘅中尾段太阳战马就放，跟住第二位就成世欢心啊！咁再后边嘅第三位嘅马咧，仲有人和嘉盛，第四位就腾龙超影啊，第五位就牛精大哥出边白衫白帽斗外搭啊，非凡魅力啊，内栏位置啦，黄衫黄帽咧，仲有呢只副六啦，粉红衫中档就首饰传奇啊，内栏尾四泽星之光蓝衫嘅掟出去嘅马系性感啊，转正弯入直路啦，太阳战马抛嚟一个身位，人和嘉盛侧出嚟追噶啦，再见到中间就系呢只成世欢心啦，中档位置副六亦都上紧啦，响入边位置蓝衫就泽星之光，大外档嗰边咧仲有牛精大哥上咗少少中档位置。仲有腾龙超影啊！最后一百米到，人和嘉诚抛离咗，但系个零身位都好有机会赢出呢场赛事。跑第二名嘅马咧，富六一路顶住第二，第三名腾龙超影，第四名系泽星之光啊！咁啊，结果呢只人和嘉诚前个礼拜啲功夫啊，少少论进过几日噶，咁但系都能够藉着呢个档位之理咧，赢出呢场赛事啊！富六就跑第二，腾龙超影第三，泽星之光跑第四。头三名都是细谂把马，潘顿、沈泽成、人和嘉盛一档赢马，出闸都几快嘅，拖翻住，负六。